哇，这么性感的吗？Hello, hello. 刚在看酱油打日麻，打到我脑中风。啊。真的，前几天明明画画还正常，最近又找不到画画的感觉了。天哪，太累了。那晚点不确定会不会加开啦，因为有个小麻烦跟我讲说，我问他晚点可以，等一下要不要玩？他说可以啊，问我几点。我说看你啊，他竟然回我说十点。我靠！不是应该都是约八点九点吗？啊，怎么是十点啊？七点八点？想说，我没听错，十点？还不知道在忙什么啦。然后算了，反正也没有硬逼人家要跟我玩。你要怎么找不到？适合的图啊！哎呀，太宰的图，太宰是什么？问问谁是太宰？不好意思哦，不要讲一些我看不懂。没看过，你可以来委托我啊，我就可以画了，但要收钱哦。欸，对，那时候过年说要开委托，可是我还没有，就是价目表什么之类，我真的是不会弄。你在画我，画起来，画起来，放大一点哦，真的哎，难怪觉得图怎么每次都看起来那么小，要多少？看你愿意给我多少，好坏。你要知道，很多人想找我委托，大家还没开始接哦，我都还没开放。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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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今天会画这个，主要是在想说，我两三年前都有画它，欸，不止欸，我应该是五年前画的，然后想说，我看看我最近。画画如果有进步的话，我可以。我有变多厉害，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变很厉害。哭了，我好像没有很厉害耶。我看我还是画青眼白龙好了。
啊，我好像没有很厉害、欸。剑锋安安很厉害的啦，没有很厉害啦。然后那种进步就是要很明显的那种才叫进步，懂吗？你要这样子吗？哦不！草稿不知道画什么。对，相信聪明的你们已经看得出我在画什么。没错，我曾经说过影响我的动画。没错，蛮曾经也想买他的，就是粘土人公仔什么的，可是家里真的没地方放，也没有那种储存柜。我说找麻烦呐、啊，我其实最不会就是画胸部了，我还要画它。天哪、啊，童年好像不一样，废话当然不一样啊！我的童年是几岁？我的童年你还没出生呢、欸，哇，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人家喜欢说我的童年你还没出生。然后当时的童年就是一堆人抢的，都说黑魔导女孩是他的魔女鬼的又没的。然后曾经我那时候在补习班，有人直接把别人的黑魔导女孩的卡给撕掉，你知道吗？他说那是他的什么之类的，他专属的牌组什么才能拥有他，就把人家的牌组给撕掉。我说哇，痴迷成这样子哎、欸，天哪！小太极跟蓝猫，哎。小太极跟蓝猫是我国中的东西耶、欸。小太极，小太极，波波又可爱呀。没有，我刚喝了真奶，不好意思。这次是有糖的真奶了，不是无糖的真奶了，不用怕各位。我昨天真的喝那个无糖真奶，喝到差点心悸到不能睡觉，难过死。我还记得啊，海蓝猫的歌是什么？为什么明星不是我的朋友？为什么感冒要不像糖果？为什么打电动很伤眼睛？为什么天空有彩虹？是吗？为什么看卡通的时间都不够？为什么？我就是想要喔喔喔，一天一个为什么？但悠悠比你还老哎、欸。这样画眼睛要在哪？
等等，哦，耳朵好痒哦，等我一下。安安，小时候很喜欢知识类型的卡通，我也是啊。十万个为什么什么之类的，哦，那什么东西？柯南哦，柯南 Break， 那什么东西？哦，等一下，怎么掏完耳朵，耳朵好好痒？等一下哦。哎呀，怎么耳朵一直那么痒啊？谁在想我？哎，没人想我。你倒是很想布布啦。太色情，然后金榜好，啊，又来了，比例又不对了，比例又不对了。耳朵痒是有人想吗？对啊，打喷嚏是有人在或骂人啊。然后打完那个耳朵痒完之后，有人赖我。最近想好好画画，主要也是因为，如果之后魔力宝贝有出了之后，我会想要好好把以前的梦想拿来画吧。就是以前一直想要把魔力画出来，但就是一直没有能力。我等着五月底换板班来画，换什么板班？哇，好色情哦！这一条是什么？你看，你看这整个比例就是不对，有没有？你就发现它非常修长，这就不是我该有的风格。
看着我画画也好想画，不是我也是最近看到十三啊、银啊、冰沙他们画画，哦还有蓝蓝啊，他们这样画，我才有动力画。我也讲过，我其实对画画这个已经有点失去兴致了吧，这样讲。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又开始有想买绘那个换我的绘图板，想换那种荧幕的，什么荧幕的？我在讲什么？想换，就想换绘图板。对，还有这个。因为我这个绘图板也用了快十年了。是不是游戏王的黑魔导女孩？对呀、啊，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我会哭哦。我也曾经也是说。很希望有人送我他的公仔，可是就觉得说送公仔，但是我没地方放，就觉得哦很浪费。然后也想过就是放在菜渣那边，还想说自己的应该说老婆嘛，自己的女神放在人家家里这样子。我小时候反而第一个画的是黑魔导，然后再来是青眼白龙，之后才是游戏，然后当画了之后，不是再來就是天空龙。那时候觉得黑魔导有够难画，那种一层一层圈圈开加那种有够难画，然后再来是画了青眼白龙之后，觉得青眼白龙好好画、啊。欸、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昨天我们就是我姐有时候也我不是说他们会从台中上来，然后就是他女儿就是算是我大子女吧，然后那时候就是有问说哪个舅舅最凶，我跟我弟嘛，二选一，然后他就不敢讲，看着我一直不敢讲，然后他就躲在冰箱旁边指着我，他说他最凶，我说你再说一次谁最凶，你最凶啦，那小声都躲起来，超好笑。哦，对啊，那之后再来的卡牌是那个动物的那个动物卡牌，我觉得好可爱哦。没有玩，但是想收集那个有那个兔子动物森林吗？还是什么的？就是有一个卡牌，它里面都有动物的。你就哇靠！他竟然出这种东西，我没玩我也想收集。你有最主要还是想练自己画画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进步啊？不然，反正觉得你画画画这么久。总该会进步一些些吧，就算一点点也好，但是很多时候就是那个一点点就是真的是看不出来，那一点点自己干不出来，可是别人就会说啊、哦、你这是有进步啊，很明显啊什么之类的，屁咧，进步在哪里？你看这个画风就开始不像我的啊，没有二头身，没有可爱的感觉。嗨阿伯，
我就是不懂他后面头发要怎么画啊？画哪边都不对，画这边吗？不对啊！我以前画他这个就是不懂，每次画都很超难画的，天哪！哦，你可以好画一点吗？你的头发后面。啊！崩溃啊！要不要吃吉娃娃？盖到一半的天空龙，哎，那真的好累哦。我想说，我可以盖个一整年，我直接慢慢把它补完。就盖个一个礼拜，我觉得，哎，好累哦。而且，虽然说是可以聊天，可是就是盖到会没耐心。我不如盖平面的这样子。哦，他怎么画啦？别人怎么画的啦？别人为什么可以画这么好啦？为什么就不行啊？啊！哎，这样好像好一点。这样。是不是直接搜寻卡通世界黑魔导就好了？卡通世界黑魔導不行，卡通世界黑魔导还是画的比我好，我的天！献祭什么啦？哦，通常黑魔导女孩献祭都是大盾守护者或者是粒子怪拿去献祭的，不是吗？还要吃吃战士，可怜的。哎，好，有够难画的。哎、欸，阿贝，你在军中吗？可以让喵他来画、啊，你去叫他来画、啊，你去叫啊！哦，你这样很没礼貌、欸。你怎么不是打说你可以叫阿神来画之类的？真过分！哦，难怪哪里怪怪的，脖子啦！你看，如果站这边的话，脖子就不对了。嗯，等我一下哦。哦，你好吵、哦，去死好不好？看，中。
哎、欸，小林，你当一下值日生哦，不是值日生啊，对，值日生，有人来乱帮我吧，得给他死，想管。不会画眼睛，那好丑哦！算了算了算了。对，完全不对，感觉不对，完全不对。眼睛太大了，不对。也就是整个很不对耶，我要气稿了吗？这是谁呀？我的天哪！我真的画到有点崩溃耶。其实眼睛可以，可是不是我想要的感觉。好像还好一点耶。好不像我的图哦，黑糖安安，不行，这眼睛不对，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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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有没有黑魔岛的手牌游戏王？我有啊，我当然有啊，当然有啊，哪边不对呀、啊？
我觉得最怪的还是脖子哎、欸，天啊，看一下好了，好啦，这样正常多了啦。手机能烤肉，如何降温？丢冰箱啊！那个王小绿，把他编了，继续编了，继续编了，不要让他讲话。不会太过分啦、啊、觉得怪的话左右翻转看看，我跟你讲左右翻转更怪，我跟你讲，看一下哦、喔、可是左右翻转好像一样怪，没事，左右翻转发现一样怪，就是很不会画啊，你们整天都会说教你画画啊，地球你还是觉得脖子怪？不会耶、欸、我觉得这比刚刚好很多了，点好的，我知道荔枝就这么画了，先画荔枝，现在聊什么话题？没有耶、欸、也没有聊什么话题，十三，帮我画图，我不会画，就是奇奇怪怪的。考一啊！其实真的说到怪的话，就是这个脸颊啦，脸颊应该其实要在这个位置。然后真的要讲的话，我整张就是完全比例都是错的、啊。像这样，其实要这样子，不行，越改越怪。越修越奇怪。头的大小不是啊，哎，我气搞好了，不画了，不画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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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是眼睛问题。看一下，
因为其实昨天画的阿库亚，我也画的有点不满意，我在犹豫要不要上传那个记录档什么。这个眼睛可以，可是这个眼睛就不行哦，找不到原因哎。怎么说？就是像，这个角度我很喜欢，这个角度我很喜欢，另外角度就不行了，这里就不行。我在找这个，应该是这里。好一点了，好那么一点点。可以用一个订阅换不被 ban 吗？没有啊，你今天就是在那边乱啊，这已经。你要知道，你今天在那边作乱。然后，哎，怎么说？今天大家的台规都是一模一样的，不提及，不提任何怎么讲，实况组的其他实况组的那个名字吗？那你今天已经触犯到，已经怎么讲？你游戏规则已经破坏到了。啊，我这个台本来就是比较严格啊。啊你有在看靠北实况的话，你也常看到说繁星就是很凶啊，没错啊，我就是很凶啊，为什么凶？啊我们的台就是台规很明显，就是怎么讲？像我的台你也不能叫哈基西瓜什么、啊，虽然那这是我的台啊，可是叫西瓜也不干你们的事情啊，叫西瓜也是我们熟的人才能叫，而且况且我也很少叫哈基西瓜，我其实根本也不叫他西瓜的啊。我嘴巴虽然贱，可是别人的底线我能不碰就不碰了。太晚进了，太晚进什么？不是啊，这已经是应该说什么？这不只是我的台啊，你去哈记台、小雨台都是一样的规则啊。其实我们大家彼此的规则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理论上你今天在这个台被 ban， 你在其他台也高几率被 ban， 跟你讲你自己小心一点、喔、你出门小心一点你很少看直播这不是问题啊，这刚唐不是看刚直播已经不是什么大小事情了、啊、就像你今天啊，你今天去别人家餐厅好了啊，人家明明就菜单在那边啊，明叫你勾选菜单而已，你不勾选那边喊说卤肉饭一碗，这样子谁理你啊？这跟你常不常吃饭一样，有的问题吗？你看聊天室没有人讲说去找谁谁谁来玩啊，那就只有你在那边大小声喊说你要吃卤肉饭，谁理你啊？那你去麦当劳吃东西，你不去那个柜台点餐，你在楼上那个后那个吃饭区这边点说我要麦当劳，我要大麦克。懂吗？今天我讲，我很少在开台一直讲这种事情的、啊，反正就是你自己小心一点。
不然就是你今天走在路上去撞到人家，啊，撞到人家怎么办？你是不是要赔偿？啊，你要回什么？啊，我又不常开车，可以原谅我吗？这个意思吗？也不是啊，对不对？有时候就已经是常识问题了。连实况台有实况台的规则，每个台不一样，没错啊，每个地方的法律也不一样啊。你看，在菲律宾你随便吐口香糖要罚款，啊，在台湾不用吐，那个吐不用罚款一样啊。就说啊，可是我在台湾都不用罚款啊，今天在别人的台就乖一点啊，啊，下面都已经有台规了啊，都自己不看。哎，我有台规吗？对不起，我不知道。哎，嘴一嘴就画的还不错，继续嘴啊，手怪怪的。哇，可以，感觉回来了，我觉得就是帽子太大。然后再来就是有那种像抽卡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因为现在这张图整个比例就是这样子，长方形。可是我的图喜欢的就是一个圆形，所以我要加的话，应该是这边加东西，啊，这边加东西，这边加东西，这样子。尿尿，扛错，是扛错啊，另存心囊尿尿。2021。黑魔导女，海龟我从来没看过，反正我默默看了很久，也就在这边。可以问一下右下角的白色兔子叫什么名字吗？那就是就兔崽子而已啊，去尿尿。啊，谁都不喜欢被比较，当然啦、啊，拜托。况且我是从小被比较到大的，我更不喜欢人家比较的东西啊。可是都说比较才有成长，可是那是要适当的比较啊，要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啊。比如说你说这个人今天啊，他跑步跑很，明明就跑很快，你可以跟他一样快啊。我说但他不会游泳啊，我会游泳啊。哇，我这张画了这么久哦，快50分钟哎，我线稿还没上哎，太久了吧？
家长常常拿我跟其他比较，正常啦。我也是被比较起来的啊。应该说，我说每个人的家庭状况不一样，我也不能说我比较惨啊，我不知道你们比我惨，但是绝不会被比较。啊，大家都只看到别人的优点啊，对不对？就是说啊，怎么别人家的孩子比较能吃苦，怎么我们家的就不行？啊，人家喜欢吃苦，我们比较喜欢吃甜的啊，对不对？啊、他喜欢吃苦瓜，那是他的事情；他喜欢喝无糖绿茶，是他的事情。然后就喜欢喝半糖嘛，或微糖。就像是王之鸡、啊、那就是玛纳啊，黑魔岛的徒弟啊，那谁玛纳叫什么？那个黑魔岛那叫什么？忘记。每次看到人家 cos 黑魔岛女孩都觉得很猛，因为头发要翘着这样很难，所以他们都是假发都是直的。啊哈，马哈特，对，那时候看漫画，那时候我是其实漫画都已经追完了，都有买那个实体漫画，所以那时候刚看到那个《王之记忆篇》的那个石板出来的小黑魔导的时候，就、哦、好可爱哦、喔，然后才后面剧情才知道黑魔导的由来，看到很难过，明明就差一点点可以打赢墨良了。然后直到那个最后一话嘛，是38集吧，我记得。然后标题就是“游戏 VS 王”，我就觉得哇，这个铺陈好猛啊！是最后一话的那个电视版的跟漫画版差太多了，一下就结束的东西，他们铺了4-5集才结束。我还是推荐去看一个叫《游戏王 R》的漫画，它是游戏王的那个剧作，它里面有邪神，我觉得邪神的故事也蛮那个能力也蛮强的，尤其是那个邪恶版的太阳神，好看，然后都可以在一回合，应该说一回合召，那是直接牺牲召唤。老居在吗？小鱼跟我讲说10点，所以10点等一下要玩吗？要的话是 Don't Start Together 还是要熔炉模式？啊，老居，重点是老居你在吗？你说剧场版啊，不啦，剧场，你是说那个金字塔吗？我觉得那金字塔有点扯淡欸，有扯淡啊，只是海马直接从地上抽出神之卡。光之金字塔哦，不是哦，那是什么？光之美少女。它剧场版不就是光之金字塔吗？还有什么？忘记了、欸。
海马虫不是吗？不然是什么？我怎么记得是光之金字塔？就是为了要他自己花了科技把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千年积木组起来吗？哦，次元黑暗面了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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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啊，哭啊！哦，对耶，还有这一部我也忘记了。啊，我已经不是游戏王的忠实粉丝了。不要隐退了，还说什么事？我发现这首动森的歌好多都是在博物馆的歌哦，最近仔细一直在听的情况下，去年玩那个游戏王的手游时，哦，对啊，超量召唤，然后同步召唤那个完全看不懂，已经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我最多顶多就只是到那个哪里，那个 GX 而已，那时候的游程时代，什么都交给时代，害他黑化。交给时代就好了。不过我觉得时代真的是也是很扯的，他的英雄牌组怎么都可以融合。等一下哦，
很多动画都是低，很多啊，真的很多啊！你看，像《花木兰》的，扯远了，就有些就是为了出商品才出二啊，像《玩具总动员》呐，《玩具总动员》一跟二其实就很明显差很多了。像数码宝贝也是啊，数码宝贝二其实真的都在看它小，会觉得哇很新鲜。可是真的小时候就觉得说数码宝贝二的剧情为什么感觉就是不在看什么，就只是在多了一个怎么讲，蛋，一个蛋，然后突然就是有很多种进化方法。
现在肚子在叫哎、欸、呀！真的不是我的画风啊！眼睛又跑掉啦！眼睛不行。先按上色时间，应该说到有系统时间，要到到到到，存个档，另存存档，播广告，存档播广告。很认真干叫主台，没事。
你超认真看聊天室，聊天室就没人打字，你要看多认真呢、啊？好啦，辛苦你。颜色要够哦，五芒星。粉红色的部分啊，哭啊，我没画到。哭啊，画错了，想说这边不该是这个嘞，该是这个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另外一边应该不用画了。哇！
要画吗？缩小。有，有，等一下，我在开台哦。啊？我在开台哦。是啊。是啊。你在开什么？画画，我在画我的女神。哇塞！等一下，那我这样不就录到了？录到什么？我的声音。对啊，你看，你看，钓到了的，钓到了的，出来了，出来了。我的，我的 fuck！ 有人一听到你声音就直接把它钓出来。嗯，我原本在耶，他给我断掉耶。什么东西？那里呀、啊，我原本刚刚都在这边。哦，是哦。嗯。哇，大家安。好久不见的蓝蓝。哇，小林，小林还有扳手哦。哦，没有，因为我说帮忙当一下值日生，我的帽都不见了。那现在我在了，把它拔掉。好，小林辛苦了，下班了，小林。没有啦。嗯因为我最近都会，我最近都无聊找值日生，那很好啊。不是无聊啦，就是没有人，我就只能找值日生了。安安，你们想他的声音啊？嗯，佩林安安、林安安、肖远安安。你有想到还在开台哦？对啊，我想说。截个图给你看，说我的小房间。因为最近都蛮常开到热点，嘿，是13哎、欸啊，听说昨天被盗哎、欸，
哎、欸，你昨天最好笑是你那些那群朋友没有实况圈的朋友，通通祝你生日快乐、欸。哎，重点我还没说，我有好几个老师私讯我说生日快乐，我怎么好尴尬哦？有了，你跟你那个扳手事件一样了。对，我的天。看老师根本不知道我生日，所以啊，如果在那一天跟我说生日快乐的，就会让我看清这一切，根本不是我的朋友。对啊，没有啦，一起来闹而已。不过真的蛮有趣的，你骗了好多人哦。你知道我昨天滑下来，靠腰，这个又是谁？这个又是谁？然后我一个点开，点开，点开，真被小雨攻击耶！对啊，那时候我想说好多小雨哦、喔，然后我也发文说我也想当小雨，然后不就十三就丢给你了吗？然后我就变成小雨了。我说怎么连你也中毒了？不，隔离呀、啊，该隔离啦！大家都一起变小雨吧，很恐怖哎、欸！我真的觉得好好笑、喔、啊！昨天也很忙啊，我想说，干，可是我好忙哦、喔，我还是想要当小雨。然后就是今天早上看的时候，好多生日快乐！天哪，我的良心！天哪，你的友谊呢？都假的，都假的。反正我今天在说生日快乐，还会有人跟我说生日快乐的。对。跟你介绍，这是我童年女神。哎呦，我按到暂停，我想说为什么你一直不画？我有看啊，你怎么都没在画？那好快画完，先画，今天九点才开台。哦，今天哦，我真的是，我一定要在那边，我也要抱怨，我的新同事真的很烂。怎样？做事超烂，他的个性没有很糟，他的个性就是有种大好人烂好人那种，可是他的做事真的是烂到一个极致。是慢还是拖还是？不是，嗯，他很快，但他的快是建立在他的随便上面。哦，收东西很快，可是就是很恐怖那一种的吗？对，我的手现在还好，然后我的肩膀现在黑一块。为什么？就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好像撞到地板，可是我没有印象。我的印象就是，等，什么叫撞到地板？你怎么撞的？我就是倒地啊，可是我没有印象我倒地，就是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已经站着了。哦，你是说出车祸的时候倒地哦？啊，对啊。我以为你是在公司时候，你倒在地上，你在干嘛？啊，你说肩膀黑一块。对啊，肩膀黑一块，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撞到什么、欸，它有格子的纹路，就是那个淤青是格子的纹路。你是倒在那个那个，可是我倒在柏油路上啊！哇，你好会倒、喔！我也在想说，我是倒在哪里啊？我不是柏油路吗？还是我在倒下去的那个瞬间瞬移一下，然后再上回来？时空旅人，真的是。然后我的那个左脚那个无名指跟中指那个地方就淤青，但现在好多了。反正我现在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几个淤青了、啊。哇！你在玩冰果？真的。然后食指好多了，可以弯起来了。嗯，有啦，看你在偷玩游戏，就知道你应该是好很多了。能玩了。水沟盖没有哎、欸，他那时候是一片，就是一个斑马，不，一条路而已，就是一个柏油路，对。脖子上的，哦，没事，好，对不起，打断你。不用，没事，不用对不起。有大家都很想你，你相信？没。哗啦哗啦哗啦。对啊，就算其实算出来，我也不知道哎，它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可是现在没有太痛了，不要去特别戳它就好。啊，那个同事真的是，今天真的是让我超生气的。嗯，啊，就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超忙，不知道是因为228连假，所以大家都在休息。哦，有道理哦。啊，今天就是破百单，就是难得的百单。久违的百单。对，
然后新人他，我就叫他帮我洗碗，然后洗碗就算了，他就是有一些的有一些地方洗的不干净或油油的。哎、欸，那你还是内场的吗？你是还是外场的吗？我是外场的。哦，就是我有在学一点内场了，可是站我还是站外场这样，因为我的服务态度比较好。对你很棒，你超棒，你最棒了。对啊，耶、yeah, ，正则安安。哦、然后那个他，我今天就请他帮我洗碗。我们不是那个有台子嘛，然后我会帮他把碗放在那个台子上，然后让他拿去洗。嗯，好，然后他又说他洗好，我就说你是把就拆没有，那个台子上都是碗，你跟我说洗好了。哦，你说他的筷是建立在随便上，就是这个意思。哦，碗洗得很快，可是就是很随便的洗，超随便。然后， yeah. 然后可是还洗不干净。然后我就说，那你负责内场那，就是外场那一块洗手台，就是把那个洗手台那些都弄好。然后弄好你再跟我说，然后他弄了之后就说好了，就很快了，大概我平常他用个15分钟，他用个5分钟就好了。然后我就看一下，他什么都没弄，他什么都没弄，真的是。然后我就说好，我弄那一块，你去帮我拖地。然后我就看他拖地的方式是三角形的拖，对，灰灰。然后我就说你这样根本没拖干净啊，他说不用拖干净，老板就在旁边，他就讲了这句话。我说不用拖干净啦，啊，这边就已经干净了。我说，可是你至少每个地方都让它有湿润嘛，就是不要就是连那边都没擦到或者是没拖到，啊，它就是三角形的拖，不就是国高中的那种拖法吗？对啊，然后我就说你这样子不好哎、欸，他说没关系啊，至少拖完啦。我就想说算了，不讲了，然后我就去。我外场弄好了，然后内场还没弄好，然后我就是想说帮他检查，帮忙检查一下，他就发现超多地方没有弄好的，就他该弄的，我就说，哎、欸，那个微波炉怎么没有洗？他说那个要洗哦、喔，他平常都没洗、欸。我说那个要洗啊，他每次都要洗。哇，你他说没有啊，都有人帮我洗啊，我都不知道。你是公主吗？你在这边是公主吗？呀，新来的是女的，男的。啊然后他说啊，每次都有人在帮他就清好了、啊，我就不知道要弄完，就是这样讲。我的天哪、啊，他是少爷啊！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就把它弄干净。然后他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去忙一下，然后我回来就问他说，哎、欸，弄好了吗？他说弄好了，我就去看一下。然后我就说你根本没弄吧？他说有啦，他有弄。之后另外一个同事在说他根本没碰。然后我想说，干这是什么？他还对我说谎。我想说这态度是什么？天哪，我好像弟弟哦！哇，我觉得弟弟比他好哎，因为弟弟他会把事情做完，就只是他的可能就是真的对职业倦怠啦。对啊，可是他会把事情做完，而且还做的真的蛮快，而且也弄干净，还会跑来帮我。然后我说我的天哪，我好累哦，店长不在，什么都好累哦，而且明天听说。会跟今天一样忙，因为明天还是连假。对，然后而且明天不是四个人上班，明天是三个人上班，就是店长加他，加你，对，加我。哇啊，好累哦！外场一定是我 OK 啊，我一定 OK 啊，只是他好雷哦，没办法。哦、他会不会像以前的我啊？我以前就是做那个被嫌东嫌西的。可是嫌东嫌西，你被嫌东嫌西，你会去改吗？会啊。对，可是他不会，他会说，就是这样就好啦。对。哇，你叫新，叫本名感觉很尴尬。不会啦，正则名字很好听嘛。你去改名字啦，改名字就好了。我爸，我就今天这张好、哎、好难过、哦。我昨天画一张阿库亚，可是就是没有我想要的感觉、嗯。那现在呢？现在感觉也是没有了，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可是我觉得很好看哎、欸，就是最最安安啊，最最刚给你15块钱，15块钱。通常教新人很多问题，我之前工作的时候。
不是教新人的问题，是他有没有想学，或是他有没有心想改。嗯啊，那让我觉得最雷的一点就是，明明就还没做完，他已经开始给我站着玩 Switch。Switch 他带去玩哦、喔？对，好夸张哦！你来这边干嘛？你是来工作的吗？有啊，因为我们同时出现两个新人，另外一个新人就还不错，就是他会把东西弄好，只是有时候可能会没有洗干净，然后跟他讲一下，他会马上去洗。嗯，或者是跟他说这边可以帮我弄一下，他会来帮我弄。哦，不会像说啊，可是我不是，可是一大堆理由借口。就算整理到很晚，他至少都会去弄得干干净净，就是一起弄完再一起走。或者是他真的有事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说一下。有回音哦、喔，我这边吗？没有啊，我没听到哎、欸。没事啦，多听楠楠的声音不错啊。不是啊，应该是我这边的麦的那个耳机比较大。可是我没听到你那边有回音哎、欸。嗯，帮我 QQ， 哇，好累哦、喔。真的哎、欸。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因为中间不是有休息，就睡了一下，嗯、然后醒来的时候觉得突然好生气哦、喔，就觉得你是在公司睡哦、喔？嗯，没有没有，在房间睡，在家里。哦。哇，你好辛苦。只希望他可以好一点，或者是直接换一个新的人。你没反应吗？有啊，其实昨天店长有反应，然后今天我还有一点特别的故意，就在老板面前说：“哎、欸，这些东西都没做好，你到底在干嘛？你还在玩？”讲哦，就直接，因为他是真的给我站着玩，然后就东西还没做好，就是他眼前就已经有几个水杯在那边还没有洗，可是他在给我玩游戏，玩什么？玩宝可梦，不知道什么游戏耶，也是打道馆的。打眼，这个服务态度。草莓大福，繁星有女朋友的什么东西？怎么了？怎么了？我草莓大福。哦，繁星的真正 CP 是巧克力啊！你知道我那时候也是开台讲，你们可以画没关系，但是不要给我画什么嘴巴对嘴巴，然后还牵丝什么之类的，那个我是直接……大家听到了吗？不要给我画，就是要画，我直接黑单。哦，有够累。我要跟你讲，昨天喝那蒸奶真是无糖蒸奶，我真的不知道喝什么的。哪一家的、啊？清新。清新哦。我昨天就是晚上在喝，边喝跟边跟他们抱怨，抱怨到后面，我就是晚上真的是失眠，有点睡不着。然后那时候好像看到你好像突然有回应，我就想说问你在不在之类的。嘿。然后结果我就很亢奋，然后我竟然把影片剪了两部，就是一个缩时，一个是那个 GMO 的，狼人杀精华这样子。嘿，我就觉得，干那个白开水蒸奶，我就叫珍珠白开水。嘿，我觉得好恐怖、喔，我昨天喝到有点心悸，又有点想吐。哦，闪闪安安，翅膀心，哇，你的字都可以打错，你好猛，故意的哦、喔。萧燕怎么了？没有啊，萧燕为什么不敢乱讲话？萧燕只要乱讲话，怎样了？你不敢乱讲话。用半心。你看，半心想对你怎样？我能对他怎么样？你也知道，我也很照顾他的，好吗？也、欸、好了，画完了。对啊。我们来玩游戏。要玩什么？你要玩什么？我开那个、欸。开什么？新买的那一款。哦，好啊，来啊。哎、欸，你不要显示私人呐、啊。这样看不到、啊，我完全看不到啊！你有开吗？你有开游戏吗？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个我的画面？有没有可能？那看一下画面。你看哦、喔，你有上线嘛？对不对？可是没看到你开任何游戏，而且你等级是零等。快乐，等一下哦、喔，那我帮你调回来。节奏医生，我不行，你叫这位跟我通话的人玩节奏医生，我觉得他节奏医生好好玩哦、喔。你有玩吗？我有玩，他那个 beta 版，我就玩完啦。哇，你知道这位闪闪他卡在那个丢咖啡那边丢了两天。丢咖啡是哪一关啊？有一个是抽烟的女生丢咖啡，她那边是心魔，听说很多人心魔也在那一关。
你要看完不洗我，我会生气，我会气死。哎、欸，我有贴给你哦，那时候还没。有啊，有贴给我。但那时候被他板，我就玩到全完美啊，然后才结束。好猛哦、喔！不行啊，哎、欸，那你不是十点半要录影，你怎么现在还在那边跟我打字？等一下我们那款叫什么 B E T T 什么东西？兰兰是女生啊？是女的啦。是女生，怎么了？方块剧场叫什么 ？B， 有我、哦。啊哦，我要看聊天室。哦，方块剧场叫什么、嗯、？B A T T L E。哦好。B L O C K。新增。请问什么是节奏医生？节奏医生是一款 in game， 就是还蛮特，就是蛮创新的一款游戏，很棒。哎、欸，我跟你讲哦，节奏游戏是我认识那个蓝蓝之后才开始去接触的，好玩，然后就跟手残一样。哎、欸，你有看画面吗？没有。你现在你先看，靠！我刚刚叫你看。哎、欸，怎么了？哦、oh ，你看你有上线，但是你没有显示玩游戏啊。没关系啊，我可以进去给他变啊。然后等级40。好，等我一下、喔、我安装一下，7%、8%，没关系，慢慢来。对啊，我觉得你也玩玩看节奏医生啊，你不是之前玩过？我没玩过啊。那是哦，那是另外一个人玩的，那个大干爹。哪个大干爹？某人的大干爹。某人是谁？一个月30000那个。哦、oh, ，他哦，嗯，他有玩叠字，然后一个丝嘛，嗯嗯嗯，哇、wow、那个丝啊，哦，那个丝很猛哎。冰与火，冰与火是那个我们童年的冰与火吗？冰与火也是一个节奏啊。这个我没有玩过哎，不行，节奏医生我不行，我会气死。节奏医生真的很好玩，而且他。的玩法真的很多变，不像是一般的节奏游戏，它是一种你可能会有点生气的那种。对啊，对啊，我看蓝蓝玩，不，蓝蓝看闪闪玩的时候，也是玩到听到有点俩公。我说是我的话，我一定会生气。那像武士，光是武士那一关就还蛮难搞的，武士的最后一关。可以拍桶神端火锅吗？拍什么？明天要上学，所以明天没有连假吗？你想看我生气？哎、欸，明天吗？嗯，今天才228，怎么是明天228？啊，明天228不？明天228的连假吧？那是连假吧？明天是3月1号。对啊，礼拜一哦。明天补假是补什么假、啊？因为我已经脱离这个关系太久了，是补什么假？也、yeah, 安装好了。我当明天补228。哦，我懂了，原来是这个意思。我当时本来也有那个用跟你一样，就是隐藏。然后当时太不方便了，连不到其他人的东西还是什么东西的。观众解说我才知道，不然我一直不懂说为什么明天可以补假，明天不是补什么假？方块。哦，我已经上大学，根本没在 care 年假的。你是会脱离超久。好了。干呢？啊，那是英格里许。你改一下哦，本地游戏、线上游戏。嗯，我看到我画的那一张巧克力牵着你那一张，改一下，好可爱哦、喔！不行，我觉得团团那一张真的是立场反了。所以你要牵巧克力是不是？牵你呀、啊？是这样。配对玩家组，哦、我按配对吧。我们要一起牵小林、嗯，小林是我们的小宠物。因为他小小只的，
公共大厅好友，来，请进，连我右键看看。等一下哦，点你右键。哎呦哎呦哎呦，那个应该之后是跟蓝蓝玩这个啦，之前那个可能应该不会玩了吧？冒险的那个，哎、欸欸，我不能哎、欸，那你等我一下，我改改看。你是说因为改成隐私那个吗？我不确定哎、欸，我先试试看。我也不确定，试试看。我隐私在哪里改的、啊？哎、欸，闪闪，你有那个吗？去用成什么美金账户吗？我想问那个好，那个会不会很简单？就是只要带存折印章过去就好。有吗？在哪？我靠，没。我没，我很懒。因为不是听说那个基联要结束了，要赶快去办一办吗？没有哎、欸，还是没有吗？对啊，看一下哦、喔。你看到我在上线对不对？有，用游戏故事模式一般，好有大厅。好饿，我还没吃。不邀你呀、啊。I think you should pick cool and good things, and not dumb and stupid things. 还是你开，你开开看。线上游戏，本地游戏，线上游戏吧。线上。我电汇台币要改美金的样子。那天有跟他们聊，五十配对。好哟。你这样进得来吗？他怎么只有启动游戏啊？我们来研究看看他。寻找玩家配对，应该是还没进去吧？因为刚刚设定都没设定完呢、啊。你要先设定你的头啊、欸。哦，是这样子哦。嗯，是吧？啊，来啊，等一下、哦。哎、欸，真的哎、欸，我是白痴吗？对，你这个怎么是对战模式啊？那我弄错了，不管，那你用，怎么用？你再教我。那我们按离开游戏，那你开吧。好啊，你调一下吧。线上，我要，你叫我，你说主持嘛？对。然后好友调好是不是？先调好你头。为什么要苹果？哦，我之前有玩过了，可是就是没有玩到很后面，所以一直都没有玩啊。嗯。然后他每个头都有每个头的钉，这好像武器吧？我都忘记了，算了，跟你从头玩。等一下、哦，为什么？手把吗？嗯，等一下、哦。我不确定手把能不能。哦，你说你是现在是键盘哦？对。啊，对，有兔子。好，这样都这样，算了算了。哎、欸，不对，也是作战哎，我们试试看好了。你走开啦，猫咪走开。嗯，有吗？等一下哦。有啊，走吧。我走，按这个。嗯。按钮，选取玩家更换。等一下，我要更换颜色。耶、yeah! ！那我们当橘色。为什么你可以决定 ？U E 更换，不是好像都可以，是不是 ？Q 跟 E，A 跟 D，
请问这个，哎、欸、好，空白键是开始。你要切成、欸、要切入法。我有啊。嗯，你不行吗？你用视窗键加空白键。嗯，我都有啊。哦哦哦 ，Enter。哦，你是 Enter 哦，阿奈奇空白键。哦，你在呢？怎么玩这游戏？哦，第四攻。那就是我会炸死自己、啊。白痴、喔！哎呦，对，这会互相攻击哦、喔。那还有什么？就是哦，就可以这样子。你好多，你武器全部都有嘞！我没有全部都哦，哎、欸、呀，之前也没有破很多关呢、欸，所以我才会说要不要先你开，会炸会炸。哦，对不起。哦 ，A 是这个吗？哦，空白键是这个。空白键是接下了，佩林晚安。等我一下，我切换个输入法。好。这是什么？这是你按 W， 然后靠近你，可以把我丢上来。哦。对。这个是哦，滑嘞，就可以合作，可以破坏有。哎呀，哎，这样哦，你把我打出去了。那如果我在这边会怎么样？没有，你就是倒数啊，倒数结束你就会出来了。啊！嗯，第一次会，啊，对不起。按键，对啊，干嘛？是不是按着 Q 就会爆炸、啊？不是不是，按着 Control 是什么 ？Control 哦哦，就是你有时候游戏里面会卡住，你可以按着 Control 就直接自杀。哦，太老狙，这直接把你推开哦。摸肩膀，摸肩膀，安安。本来是想说玩熔炉模式的，那是什么？有什么差？东石大的熔炉模式。哦，东石大的。对，他那个就是也是就是都打怪，打怪练功的游戏。我好不习惯哦。对啊，我用的按 W。哦。哦，你都会啊？你是不是偷玩？哎、欸，没有啊，是什么？哦，关卡哦。嗯，这都是关卡。哦，可以跳，因为你玩过了吧？对，所以我才说要不要你开啊？我开吗？好啊。好啊，不然这全都是 A 加加，我就觉得，哎。好，离开。好，离开。小圆扳手，明天就会不见。他现在就不见了。主持玩家，感谢小林，虽然你没有管到什么他，不过有要玩疯狂模式吗？我没玩过，不要好了，我还不会，我还不会。来吧，好的哟。想要吃晚餐，是啊。等一下，可是我在玩游戏。你是买回家吃，还没吃还是？我还没买。你先叫啊。叫。嗯。我叫了。嗯。没有吃我啊。我珍珠差点从鼻孔喷出来。哦，我的天。就一日管理员的概念。阿长安安，阿长安安，
Good evening, boys and girls, ladies. 有片头是有。Gentlemen,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and shut your faces as I wrap you in the cozy blanket of a story. A story as heartwarming and soft as a mother's kiss, or is it? Shh.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oat. Now, this wasn't just any boat, children. It was a ship. A ship full of friends. Hundreds of friends. Best friends, one and all. A veritable friendship it was. Get it? But it wouldn't be very ladylike of me if I didn't mention the most noteworthy friend on board. Hattie Hattington. Say hi to Hattie. Hattie was like King Friend of Friendship Kingdom. Best friend to one and all. And the walking definition of handsome gentleman. Now, one fine morning, Hattie and pal set out for a new, exciting adventure. What fantastic...Fantastic wonders would they discover this time? Perhaps they'd come across a scary ghost ship. Perhaps they'd find an island made entirely of candy. Perhaps they'd meet a band of scary, swashbuckling pirates and join forces to find an island made entirely of candy. Who knew? But it didn't matter. So long as they were together, there were smiles to be had and adventures to be shared. Now today, 'twas a day like any other adventure-y day. Spirits were uncrushably high. Everyone was singing and dancing and having a jolly time. When suddenly the ocean was all like...Surprise! And a huge, massive storm brewed out of nowhere. Boy, that was quick. And there was thunder. Boom! And the lightning. Boom! And the wind. Boom! And like that, it was over. Is everyone okay? Said Hattie. I don't know what I'd do if I lost even one of you. Hattie continued. But the eye of the storm is very misleading, children. Never turn your back on it because the ocean was all like, psych! And it came back even bigger this time, twice as big. As if Poseidon himself extended his hand in friendship and they spat in his mouth. Boy, he was pissed. He was mad. And the rain came down like a shower of bullets. And the floorboards were buckling and creaking and breaking, and pieces of their ship were raining down like shards of broken dreams. And then Reginald comes upstairs and he's all like, I say, gentlemen, I do believe we're in quite a spot of bother. And everyone else was like, really? What tipped you off, genius? And then Hattie was all like, hey, be nice. Huge giant waves thrashed the boat to and fro, fro and to, carelessly sprinkling friend after friend into the cold, unforgiving abyss of the deep.Deep, dark ocean. Everyone was screaming like, help me! Splash! Splash! And there was this huge whale like, and made it super scary. And I think there was a shark. Yep, there he is. Oh, God. And then Hattie was all like, hold on to your butts. Land ho! And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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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sh! A shipwreck, as foretold by their fate books of fate.And while it seems like the end, this is merely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fantastic journey for the brave crew of the SS Friendship. What a strange, mysterious island. The shore is riddled with little friend-sized footprints. I guess the tide brought them land. How utterly convenient. But where have they gotten to? Anyways, I don't. Do you?I don't. What's it? You? I don't. 哎，接到。接不到，你不要被炸。Go inside. The door. 好可爱啊。When you anytime. 嘿嘿。那盒子可以放。哦。你怎么打的？哎，你被打了可以站起来吗？你打我看看。我怎么打？你刚怎么打的？按 A。哦。我的 A 怎么这个？还是武器关系啊？你刚刚回力镖怎么丢的？AA 不好意思 AA 为什么你 AAAA 哦哦我可以打掉那个武器哦还是怎样哎我刷三了一二三哎还是根本不会打我根本就没有打到你嘛哎呦哎真的哎哎为什么、哦、我怎么不能攻击你哎可以上去吗？不行。我是我调快捷键没有啊。Maybe our friends came in here to take shelter from the rain. That's smart. Jeez, what a gloomy place. 德式香肠。找不到。哎，真的哎，这无敌状态吗？走吧我怎么不能打你我不信等我一下玩家设定是啊人就形象
控制，使用武器，挥动释放。那就使用武器啊。夺取呼救，啊，我怎么死了？哎，你干嘛出去？你为什么把我打出去？哦，你很讨厌呢。哦，我好雷哦。哦吼。哦哟，我怎么那么雷啦？哦，要吃什么啦？How utterly convenient! But where have they gotten to? 哎呦，闪电！ No, I don't. 劈死你！Maybe our friends came here to take shelter from the rain. 那这边的猫咪是警官，那边猫咪是土味。是哦。哈哈，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别等你。我没有武器，对啊，我只有这个。哎，这好像是。变那个，哎。哎，对啊，啊。为什么刚可以攻击你啊？是因为你在我旁边是不是？好像是哦。你比我还会玩，等一下，这不公平！快点，在干什么？哇塞，我在帮你点餐哦。Oh. And look, he's made some wonderful new friends. Oh, he's Happy. They got him a present. 刚刚那个团长。Hey, wait a second. I don't think that was a present. Huh? Those guys aren't wonderful new friends, are they? Just stay hidden and keep quiet. They haven't seen you yet. Oh no, they see you. Clench your butt. This isn't gonna be good. 让他哭哭了。Yep, that wasn't good.哦，这旁边好棒哦！哦，你好多东西，干什么？天啊！你知道我都是雷上来的吗？我很多东西都没有拿到。雷上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哎，为什么你会有星星头？为什么没有？我不知道，我问你啊，你不是新手吗？我靠！搞鬼！啊！嘿，怎么？那他就是。每个关卡里面有硬币，硬币可以拿去抽你的 skin。哦，看，嫩，干你你，有过。我看繁星生气了，我气死了！天哪，他是游戏天才，他一直都是啊，他是被耽误的游戏天才。对，这边是第一关啊，这边是一之一啦，欸这也是会算我的哎、欸，慢啊！哦，这个。Find the gems to whisk you away from 你看这边有没有他跟你讲说要吃三个宝石，要三个哦。对，那我们就要合作去吃三个。哇，你吃了一个哎、欸，那个云可以踩啊，酷哎、欸！来来来来来，哦，然后我就可以这样子了。哦、你踩记录点啊，然后就可以这样过来了。哦，那个是什么？我可以直接踩上来，酷哎、欸！然后他有，来来来来，快点，欸、快来我这里，把你丢过去。哦，酷！对，然后去吃，那边还有东西吃。你坐这边吗？对，啊，那个毛线球就是那个软蛋。那、啊、你要对，那有其他东西过不去哇！然后记得它有时间限制的成就，哎、欸，这边，哎、欸，走了，这样子，好酷解谜游戏。然后这边会跟你讲结算嘛？你看我们拿到三个都有，然后时间内也拿到，就 A 加加。哦。那是一至二，上不去，借我踩，没了，变到什么？来吧，你去踩下面，踩下面，走下去，走下去，左右左右，对对对对对。Cool. You don't miss that yard, got it, good.
还一个。啊！对不起。好了，踩到了。走了，走了，走了，在哪里？在那上面吧。哎，没有吧？没有啊。路嘞，右边吗？等一下哦。这边，这边。哦。在我这。你快飞我！他会咬人哦。他会打人，他会打人，是坏人。哎。我觉得兔子男比较难玩。哦，你说超级兔子男哦？嗯呐。我这边那么多叉叉，是因为韩庚也是分我的。对啊。啊！没听过。打他，打他，可以打。打他。打他，他会晕眩。哦。谁？谁？天啊！你的餐点来了是不是？不是。你的闹钟。喂。有什么事？喂，我在玩游戏。No， 我还没吃晚餐。不要，拜拜，拜拜，拜拜。要不要？先不要，先不要，我在忙，等一下，晚点，拜拜。好，我在哪里？辛苦你了，你按扛错，你按扛错，按扛错。扛错。对，来我这，他不让你按，一起死！走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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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对啊，右边。我踩着这个，我踩着这个，你干什么？这么想死啊、喔！快过去啊！有，快过去，快过去。好啦。哎、欸，我想知道说时间没了，有什么办法知道时间没有？不知道哎、欸。快救我！你可以拉我，你靠近这旁边，按着 W 可以拉我上去。哦，算了，哎，上来了，上来了，吃饱。没了？没有吧？陪你，陪你，陪你，陪你。啊！上面，上面，上面！哎，你，快快快！下地，哒！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过，我就下面接你，我下面接你。哦，好快啊！哎、欸，你过来，过来，过来，坐坐坐，放一起右边。哇，好快哦！你吃什么？为什么？你好好好，你按 W 按 W。啊！没有，你按 W， 你去按 W， 去按 W。他可以把城捞过来。那可以推走吗？不行。好可爱哦。没有了。没有时间了，再玩一次。好。叮。有没有时间？我猜啊，猜在哪里？你就 A 加加，你刚刚没发现我们有多两颗。Time to find some gems. You need three of them. Maybe if you let them smell the back of your hand first, they won't be mean. 哦，三颗就会开放出口。哎，你都拿光了，我拿屁呀！哦，是哦。哦，这样子啊。哦，我拿这个，我拿你上去。哇！太难了吧！拿到了，舔屁！嗨，嗨！刚是玩这一关吗？我没有，是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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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One more。
你要过去，你要走不走？走不走？好，我把它推上去。来来来来，真不来救我的。我去哪？怎么？他还有 bonus 关卡，那会比较难，会忘记怎么玩。bonus 我们玩太久吗？我觉得很快了哎、欸。我觉得我刚刚蛮快的，再一次啊。来啊。还是只能玩一次？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哎、欸，怎么样？Never lose hope. I know I did. 哎、欸，我居然死掉了，鬼气！你去下面那个，我去上面。You amuse us all with your amazing gem finding abilities. You do. You truly do.哦，是这样哦。我叫你救我啊！你这么派的哦？哎、欸，哪有？我救你啦！啊！你干嘛要来救我？我你怎么会突然动一下、啊？有了吧，我们很快呢。有了，哇塞，要这么快哦、喔！完全不能犹豫，你要不要先点餐？啊，这边是休息时间，单关休息会有休息一次的这种。那这是什么 ？bonus 哦，转蛋，走啊，带你去转东西。这里才三颗，你有八十颗，我的天哪！你有没有看？你那个是三角头的猴子哦，所以你等一下可以选三角形的头，然后可以选到他那个猴子的头哦。为什么你看得到我几颗？啊？因为这边还有圆形的啊、哦，所以我终于可以选了。对吧、啊？然后这个是五个毛线球换武器，我觉得这还好啦。啊，那我刚刚一直抽三角头，我要想要圆形。对啊，再来、啊，你先点餐啦、啊。我可以跟你换哦。跟我换什么？你看。啊？怎么办到的？换什么？来。来了，你想干什么？我可以拿交易，拿一个毛线球。哎呦，这样你会不会给我兔子头啊？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哦，等等哦，不好意思。哦，我知道，我知道了。那假设这三角头的猴子有点丑，我要怎么换呢、啊？然后，嗯，好了，我要用这个跟你换银。用你不要的，我要怎么换？你教我。你要按 W， 就按确定。哦。哦嗯。然后嘞？然后按空白键或 Enter， 会同意一次，然后我们再同意一次，那我们就会交换了。哦，白痴哦！啊，如果我有重复的嘞？啊，我知道了。等一下，等一下，那我给你这个就好啦。给你去玩。为什么？我为什么？给你去抽啊！我拿零个钻石跟你换。好啊，很划算呢。你长得好丑、喔，我还没吃啊。哦，好啦，你们都这样说。我怎么换头啊？好丑。Choose your favorite headface and weapon tools.
啊，你拿去换武器啊、喔？嗯。哦。二。他不是只能换武器哦、喔，下面那个才是绿色的，不是吗？哦哦。所以现在没有钻石，我刚才拿钻石给你，对不对？来 来, 來。你也只有几颗钻石啊？哦，对啊。因为它好像就是每个关卡就是固定的啊，这样我重复再玩的话就不会拿到一样的东西。点餐啊！哟，这可以踩哎！可以啊，所以后面可以靠这个在。对不起。哎，来一次一次。哎，为什么没有？哦。只你一个。为什么？那、啊、去看哪边可以换武器？武器吗？你按 Yes C， 玩家设定、哦、那边可以调。那应该也可以调那个吧？头啊，对。我觉得我这个头蛮强的。点餐，点餐。该你啦。Man 哦，还不会饿哦。等一下、啊。我很好奇其他东西。嗯，你好奇，我看。纸飞机什么？到底你要怎样有纸飞机啊？为什么要点寿司？我没有钱吃寿司。能这样子？可以说寿司好老鸡哦。对啊。这时间哪里吃寿司？有听到我在乱按键盘的声音吗？有。我在看设计加拯救牌，说明形象控制。切换武器，哎、欸，有啦，找到了。按、啊、那个方块，那个方块，那个中刮号，左边的中刮号。Ouch！ 有没有？你头上有一个回转。哦、oh.。为什么就是没有纸飞机？你没有，你有切到吗？哦，我懂了。你可以干嘛？你再测一次，你就是可以测。哎、欸，爆是不是？会爆是不是？啊！哦，定就是。哦，有一些时间的。Calm down, Buster Brown。不是那个，我可以踩上去吗？我刚以为可以踩，我刚刚想踩。然后踩上去就会弹掉了。哦，懂了。断甲鱼可能性低的。哦，好啦，我忘记吃，等我一下。你先找啊。找到我就要吃东西了耶！没事啊，那就吃东西，我就关台了。就要先休息了哦。嗯。那就先暂时聊天一下。可以啊。以为是鸡马的纸飞机吗？鸡马是什么？超级鸡马。也是一个可以破坏友情的游戏。是啊、哦。那就是。那就是你每回合会送你几样道具，你可以自己选。哎、欸。然后你要想办法盖出那个可以通往后面终点的道路，也可以陷害人。嗯，原来是这样子。会吵架哦。我跟你就一定吵架，吵起来。而且我一定会打你的那种。是真的是会抓起来打、哦。
因为通常只要你得到第一名之后，你就后面又恶搞，就算自己不要跪，也不能让别人过这样的感觉。差不多。我要吃什么？当归头沙汤。在冲啥啦？懒懒吃饭。那你晚上吃什么？啊，刚刚谁？等一下，感谢小林200块收走。哦，小林失恋，我不让你吃拉面了。我一直跟他讲说，就只有你跟小远不能给我钱。就小远那天还是给我50块，然后小林也是给我100块。哇，天哪、啊，小远，我不保你喽。小远不在了，他去睡觉。哦，烤鸭我好爱吃哦，我可以一个人吃掉一只哦。哎、欸。我可以吃甜面酱加那个面皮就好了，然后鸭子给我，可以。什么概念？我超爱吃它的饼皮跟甜面酱的，我都是这样沾来吃的。然后还要加一点葱，那葱不都用送的吗？啊，哪有葱5跟20块？啊，我们淡水最近有一间在小林家附近有一间，它是路边的那个烤鸭。然后前阵子我们家有去那边买，还不错吃。好好哦，我都没有，哦，好久没吃烤鸭了。宵夜的晚餐也太贵了吧？你刚好要回家，你去哪里？宵夜怎么不是宵夜啊？那个小林怎么那么晚还在外面？我口试完再来汇报。你是跑去超商用？超级流在抖内的哦，你白痴哦！你去吃饭这个时间，小孩子这个时间呢、欸？哎、欸，你凭什么这么晚去吃饭？吃几点的？对啊，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嗯，小林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的话，你就会长不高哦。哦，我之前那个我美联社那边的一个烤鸭店，它是新开幕，但是那时候他摆了十几只鸭嘛，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每天只摆3只鸭出来。有店面的烤鸭店只摆3只鸭哦，因为那边算是对没人买，那边是市场，但是就是很没有那个烧鸭的那个市场。婆婆妈妈都不爱买，对啊，我就觉得很可怜。你去台北哦？你去动漫展吗？你去开拓动漫 FF 是不是 ？FF 哇，我都好久没去了。樱桃鸭，我想吃串烧。哎、欸，我好想吃哦，怎么办？要去买好了。要不要去买？好啊。没有关台后，反正现在串烧很多，都大半夜都还可以开。不好说，12点可能就关了。太贵了吧，傻眼。哦，我知道了啦，按下按 A 才会公主啦。按下按 A。对啊，难怪想说。哦，你刚刚都没有学会哦。我是笨蛋。哦。哎、欸。我不会玩游戏。这游戏我超笨的。你不是游戏达人吗？我没有，连画画都要人家教。我的天哪、啊，少在那边，少在那边假啦！真的啦！因为小鱼跟我讲说10点后，他也没看到人。没有，今天下午我是问小鱼，你要开台吗？他说好啊，几点？我说你几点有空？他跟我讲10点。算。对啊，想说等他或问他一下下。想说他在打日嘛，算了，给他打。日麻好玩吗？日麻就是一个桌游啊，它是有一个你要胡的话，你要有所谓的意，就是那个怎么说，你要赢这个游戏，你至少要获得一个分数，那个分数才能让你，而不是说你随便胡了就可以，你胡不了这样子。哇，什么好神奇哦！游戏打人没有，我拿键盘打人。他是会拿粉红键盘打人的小可爱。有怪。粉红键盘，你是
粉红少女繁星，不讲啦，我在找晚餐呢。好嘞，帮你上楼梯。我想要吃什么？你们晚餐都吃什么？我晚餐哦。对呀、啊。我晚上，昨天晚上我跟那个大侄女在玩，没有了，我们就在吃饭。然后我姐就说，因为我弟也在，她说哪个舅舅最凶，然后就看他，他就很无奈的看着我，然后他就说哪个舅，那我姐就说哪个舅舅最凶，然后他就隐隐约约的指我，我说我最凶，你再指一次啊！哇，光是这句话出来就好凶。然后他躲在冰箱后面说就是你啦，好可爱哦、喔，就是你啦，好好笑的，你最凶。他说：“我姐就说那个舅舅不能叫名字，说繁星舅舅，我从繁星舅舅不能叫名字。”我就跟他说：“很没礼貌，不能乱叫名字。”我说：“你乱叫名字的话，我打你妈妈哦。”我说：“不可以打我妈妈。”他说：“那我打我姐姐。”他说：“好。”你知道你妈妈是我姐姐吗？不能打我妈妈。然后后来就是他又走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在又在吃的时候，突然看到我，我说。你给我过来！你刚刚说谁最凶？他就看着我，一直嘻嘻嘻嘻嘻，你啦！他躲在冰箱旁边呢、啊喔。哦，嘻嘻嘻嘻嘻嘻嘻，好可爱、喔、哦！他就是天真的小孩。那就是住台中的啊。哎呀，可爱。怎么办？怎么办？你还没跟我说你晚上吃什么？我晚餐随便吃啊，蛋，煎蛋，高丽菜，然后菜头汤。嘿，就这样。就这样啊，随便吃。好。然后又不干你的事，有没有？我说，嗯，那就德式香肠。嘿嘿，你说你有吃蛋了、喔？有啊。哦，好，那我想想看了。我把你打上去，我成功了，耶、yeah! ！我把你从一楼打到二楼了。那我吃豆乳鸡好了。靠腰哦、喔。怎么了？豆乳鸡是什么？就是那种鸡翅啊，好吃的鸡翅。嗯。啊，我知道了。繁星，我跟你说，我决定好我要吃什么了。中山鸭头。屁啦，你哪点得到啊？真的啦，我这边外送点得到。那假的？嗯。只吃鸭头吗？没有没有啊，要中山鸭头最好吃的是它的米血糕。哦，你是说那个店面呢？对呀、啊。哇、哦，我想说真的是吃鸭头。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吃鸭头哎、欸。我，那你吃什么鸭舌还是什么鸭脖子那些吗？要、yeah, 吃，可是鸭头我不吃。我真的没办法面对，就是一个头在那边吸那边啃、欸。我也是。哎、欸，老居在吃炭烤乌鱼子啦。乌鱼子哦。哎、欸，下次带给你吃啦，要不要？好，我要。好，我要。好，我要。乌鱼子好好吃哦、喔！不是那片啊，那个嘞，鱿鱼丝你吃不吃？我今天我好，我今天吃了一个是叫做章鱼花的一个鱿鱼丝，哦，它是软软的，那真的很好吃哦。海鲜类好好吃、喔，我留留，我留，然后带给你吃好了。小林也要带过来。你说带小林过去吗？对啊。我看哪天假日你有休假吧。我休假吗？我休假就没有那么好的服务咯、啊、不是，可是你在上班的时候不。不是，可是。不知可是。不知可是。我上班的时候怎样？嗯。我可以请你们喝饮料了。我现在有一点
全了吗？就有点全力了，清可以上点东西了。为什么？我可以给你们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了，就全力。你说白开水？哦，你是说你比较像是主管那种感觉了，是不是？还没了。我剩里面已经变成里面资深的，你知道吗？因为毕竟 老人都走了，老人剩一个了，两个走了。对啊，剩一个也只剩店长了。唉，其他两个我做什么，他们也没什么资格说。啊，毕竟你比他们早两个月。还不到两个月，我做一个月多而已，就变成28了、啊。对啊。啊，就一个月了，两个月了、啊。哦。哎、欸，时间过好快，你做两个月了。你两天都去，休想！你另外一天给我站着吃面。不是你去两天要干嘛？我们要住哪里？在老居的车上吗？加鱼干哦，鱼干好厚哦。不是啦，因为那天想说顺便带你吃一个好吃的冻饭呢。你是说叫什么？鲑鱼冻饭，就是在那个啊。那附近啊，晚安。东一路附近，那时候也是推荐老居哥跟小鱼那时候去吃，可是那时候我们去吃的时候客满，然后就去吃附近一家牛肉面。那都要定位的，不用定位啊。哦，是哦。对啊，而且本来是想说问你那个下班要不要一起吃，我就想说你应该太累，然后就直接回家。下班都九点了耶。不是啊，休息时间啊。哦。他、啊、也不确定休息时间有没有开啊？对啊，我想说约你休假的时候。好诶、欸。哦，对对对对，我们下次如果小玉来台湾的话，我们吃海鲜约他吃。好诶、欸。因为他只要里面有虾子有什么他都不吃，会给我们吃。这很棒。我吃。这很棒。啊！我看到你给的了。我给什么？哦，我现在才看到、哦。因为我没什么在用手机。哦。耶！哎，那对，有缺哦。有啊，我这个月是2000。哦，电费真的是好贵哦。嗯，你三月没时间上来对不对？我三月还打算砍班呢。为什么？砍假不是砍班。什么？我目前四月已经排好了，然后休六天。哦，还是不够活是不是？不是不够啦，是感觉为了未来要着想一下。哦，加油！对啊，我最近也在努力啊。对啊，你也辛苦了。原来如此，安安。他是节操。不会再记错了哦。节操，你名字改回来啦。你呢？你也要吃，一起吃。现在看到这些都是老屁屁了。耶、yeah!。秀秀一起吃，韩青都在努力跟大家做朋友。对啊，努力求大家跟我当朋友、欸。哎，我觉得你那天什么意思？没有，我那天不是有 po 那个吗？那个50个问答，我只改成一个22那个吗？对啊，你都不回我。我有回你吧？没有。哎、欸，绝交。我完了，我做不成朋友是不是？我看一下、喔，我去看一下，现在去看，我去看。绝交！不行！绝交！我会不会跟繁星绝交呢？就由小林来决定了。不是，要跟我做朋友的方法是你要给我钱，你已经给过我钱了，好吗？那个是用丢的，用不给的。哎呦喂，你真的有回耶？哎，三天前是怎样？我这个明明就是5天前 po 的，你过两天才回。哦。对啊，那天就是我那天就是 po 完之后晚上就说。感谢你们跟我做朋友，然后说，请问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就超就抖那这样，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可以当朋友。然后秀秀给了几块钱嘛，50块还是15块多少，忘记了。我说可以啦，但是我忘记是谁了嘛，我就说
个钱我们可能只能维持一天的友谊哦，超敛财。我就说好啦，没有啦，你们就是不要，我想说想讲的量力而为啦。所以就是因为那天小远给我了我钱，我说小远你不行，原来如此。然后我说小林你也不行抖，你抖的话蓝蓝会杀了我，而且蓝蓝不会跟你当好朋友，他还真的给我抖了。改 Google 账号的名字哦、喔。哎、欸，你看觉察好了，哎、欸，耶、欸！哎、欸，你看要不要等明年的魔物猎人、啊？白痴哦！不要抽主！哇，被珍珠噎死！感谢你跟我当朋友，啾咪。那可以当几天？嗯，好妖哦！哎，最近超级留言声音真的是延迟的很夸张耶，真的是不行哎！我回你了，你两个都会玩，对啊，我是要问那个啦，懒懒啊。反正就等明年的那个魔物猎人，因为，哎、欸，你不能这样一直给，你的30%都被扣光了啦！你转账给我好不好？你不要这样子给他们赚，你在干什么？可是我好想让大家知道，我想跟你当朋友。你已经够了，你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不要再给了，不行，我们的友谊不能建筑在金钱上，你知道吗？其他人才可以。哦，我就是这么现实。感谢超级流，感谢最最。感谢不要那么多 W 哦。哦，那天才给一个叫伊宁的，因为他那啊伊宁还在，他那天帮我回答我那个 FB 不是有说有找歌吗？我有看到他的发文，他很可爱。对，他就说。我就说啊，你回答我，还可以当值日生，给他一扳手这样子。然后我说的那个《魔物猎人崛起》的话，是明年会出现在 PC 上，所以不用买 Switch 也可以玩。哦，对啊，最近才公告出来的消息。原来如此，我还没有挑晚餐。你在干嘛？好。我会不会跳太久了？不会啊，很适合打发时间、哦。你那天挑早餐也是挑了半小时，跟我讲东讲西，就完全都不是。我也想要跟繁星叨叨当朋友。感谢秀秀愿意跟我当朋友，我也很愿意跟你当朋友哦，秀秀。秀秀，秀秀，秀秀在哪里躲？秀秀是用绿戒啦，因为我跟他讲说你那个都被抽成走了，就不要。好，我是用绿戒。不要。哦，好凶哦！哪个叔叔最凶？繁星叔叔是九九啦，不是叔叔啦。哦，对我来说你是叔叔。跟我阿小。哪个伯伯最凶？嗯，没有，那个是我小子，你才会讲贝贝。贝贝。对啊。那天为了他我开始学魔术方块怎么叠，他觉得现在人怎么不见了。我看到你在玩魔术方块。好吧，那我要吃贵一点点。嗯，德式香肠。我要去吃七里香。七里香是不是也是炭烤啊？炭烤的七里香鸡屁股啊。对啊，可是七里香不一定是炭烤啊，它油炸也可以啊，反正就是鸡屁股啦。哦，老居北北比较哎、欸，我真的就是怕我被蓝蓝打，我才带老居去找蓝蓝。啊，老居刚离开去便利商店，他就被我赶出去了。对啊，我想说蓝蓝就说，哎、欸，老居繁星，你们就待在这边，就帮我卡位，不要让人家进来之类的，好，我就好好卡。卡到老居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结果我就被赶出来。哎、欸，那个我们现在人有点多，你要不要先出去？你要不要先出去啊？我说，哦哦哦，好。然
然后你就去找老舅。我就跑去哭了，老舅说，我想说奇怪，凡心应该是在店里面，怎么会在超商有听到人在叫我？奇怪，我说我被赶出来了。好可怜啊。哦，没办法，那时候真的好多人哦。有啊，我看外面就其实人很多，想说哇，不行，我死也不走，然后就走过来了。那个繁星，他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坐那一桌嘛，你想一下，一个人吃面可能三十分钟好了。你看到两个人卡的话，他三十分钟六个小，哎、欸，四小时，五小时，五小时他就可以少洗一个碗盘。十个碗盘，少接一些客人，对吧、啊？然后我可以跟客人说，不好意思，要稍等大概40到50分钟哦。然后他有一些客人会听，哇，吃个面我要等个40到50分钟，谁要、啊？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不是，我那天是一大早临时跟老居说，老居，感谢生母的500块，生母你好棒。哦，那天也是很临时的啊。我就是跟老崔说，不然我们去淡水那个淡水晃晃走走看电影啊。又坐上摩那个汽车之后，他一路开往台中。然后那天我还一大早有问小林哦，他我说哎、欸，老崔要来淡水，我想说问小林要不要一起出来，就是我们去看看电影还是什么。我早上10点11点就问小林在吗？如果小林下午4点才回我，我醒了。真的是笨蛋，笨蛋小林。怎么我约得很临时？你跟我讲说你中午敲，你敲你都敲得到哎、欸。哦、oh, ，小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对啊，然后也还好，我没有带你去。我带你去的话，兰兰应该直接黑名单我。老君那时候吃那个浓汤真的是没有，我先没有注意到你点浓汤，因为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繁星跟你来了，因为那时候我连繁星都没有瞬间认出来。对，那时候是你拍了我肩膀说嘿，不是我拍你肩膀，你是要一直要把单子拿走，一直不拿，你可能觉得我是 OK 还是什么在干什么？那时候我是可能觉得说啊，这个人是不是没听到啊？然后我说哎哎哎哎，来看了我之后。你而且你是很用力戳我的胸口、欸，哎，戳了3下吧，欸、然后又被我推的那种戳，你戳他小，我差点站不稳，往那个机台撞下去，你知道吗？哎、欸，还不会是我煮的面，你只会是看到是我接走你的单，然后别人煮的面。对啊，那个不是蓝蓝煮的面的，那是内场的人煮的。不过加面有可能是我煮的啊、哦，那其实可以两个人点一碗，对不对？蓝蓝加面。啊，我们两个人点一碗，我们只能加一次面哦。是假的？对、哦，因为怕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 paper 就是点咸，之后再加汤，因为加汤是稀释用的。嗯，那你这样就可以吃好多碗，就是你就稀释一些汤这样，就会变比较多汤。嗯，啊，然而你去吃过面了嘞、嗯？喂，蓝鹅？那个蓝鹅啊。啊、你是那个狼儿吗？ 你怎么头像变了？嗯，浓汤才，你还吃 SP 是里面最油的东西，因为里面有五花跟梅花都有点油。我就警告过他不要点太浓的之类的，很咸哦、喔。哦、如果他点浓的话，嗯。嗯，哦，对啊，那天他就先进去之后，他问我说：“啊，你怎么来了？”我说：“不是说过来的话先通知我吗？”我就指着老居，就发现老居不见了。我说：“老居嘞？”那时候我就说：“啊，我不是说不准一个人来，你就说你有带人来。”我说：“谁？老居？”我说：“在哪？”我说：“哎、欸、他在里面啊。”然后那时候他是说要坐吧台，这样才能跟你聊天还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就想说，嗯，吧台啊，老巨人呢、欸？然后他走在最边边角角那边，我说老巨人你在那边干什么？那时候我还以为在唬我嘞，老巨在哪？我不会骗人。是
其他人在蓝斯哦。听说我休假那一天，那个谁啊，胡子鉴宝啊，没有那个只有鉴宝，就鉴宝吗？胡子没有吗？胡子好像没有，只有鉴宝啊。他你同事不是说胡子他们？他可能就觉得这样讲比较清楚哦。对，好像只有鉴宝跟一个另外一个小杰吗？男生哦、喔，女生哦，好。嗯，对啊，就来吃这样。没事，因为我刚好前几天在跟健保聊天，因为我想说帮他换他的一些贴图之类的，因为他说，不改也是有他的原因嘛。我说好，没关系，如果你要改的话，再跟我讲。嗯啊，我不知道是品质还是松鼠啊，好。然后聊聊聊聊到隔天，结果他也跑去吃面了。好吃，一直吃，算了。难怪会有在国道上撞车屁屁的。对啊，就是那天啊，那天真的是出那个过十二点之后就出事了啊。真的是哦。哎，不是，而且最扯的是我们那天大塞车。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没有想好行程，就这样突然跑过来。老居就是这种人，你知道吗？不是，他是你害的。不是，老居都会是什么要干嘛啊 ？Google 找到什么就去吃什么，他都这样子呢。可是这样还蛮有趣的。而且我那时候是刚好胃口变小，他尽量把面吃完呢。哇，好撑哦、喔。对啊，我们那边的面真的分量很大。那、啊、你点好了没？还没，我刚刚觉得太贵了，所以我在找新的。靠腰、喔。对啊，说走就走的旅程。对啊，这样还蛮有趣的、啊。所以那天在聊那个，你有看到不是 很多人说什么蔚蓝还是什么香槟绿那个调查那个吗？测验结果。嘿。我就有一题是。那一题好像是，你是一个有规划的人，还是一个就是很随意的人？我发现我两个都有，因为就是，我其实真的是很随便嘛，因为我其实像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是拖到最后才写的。那但是常常跟人家答应好的事情，我也都会去，就是先做好一些行程之类的。啊、可是我就很矛盾，那题怎么办？选到后面，我就选了我是一个，好像选有规划吧，就选到后面竟然跟秀秀一样的测验结果，它是蔚蓝呢、欸。哇，我是绿，现在长绿。嗯。我有忘了，你还有吗？我现在测。我要去找一下秀秀那边的吧。你先点餐啦。我在点呢，好，哦。你在哦吼吼吼吼什么啦？我在想我要怎么点。不是啦，我说秀秀啦 ，Why you？ 玉秀。没有哎、欸。冰淇淋红茶喝起来怎么样啊？哪一个？冰淇淋红茶。那是什么？啊啊！我也没喝过哎、欸，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恐怖的东西？你居然这样说薯条？不是薯条，对不起，我脑袋在想薯条，说薯条。你喜欢吃细薯条还是粗薯条？粗的是地瓜薯条，对不对？不是，就是马铃薯脆薯条。哦，没吃过粗的哎、欸，我通常粗的都是吃到那个哎、欸，地瓜薯条。啊，什么东西？脆薯哎、欸，你没吃过脆薯？没什么印象哎、欸，什么东西？你当时活多久了？啊，我就是我吃东西比较，你也知道，我吃东西比较怕踩雷，都会吃。今天觉得好吃，就一直吃这个东西啊。就比如说麦当劳有十个餐，我可能永远都是点什么卡拉鸡腿堡，或劲辣鸡腿堡，或者要么就是麦香鸡这样子。啊，像他常常会出一些什么
黑色的啊，什么黑旋风什么东鬼东西的那种，我都不敢吃。什么菌菇堡还是什么都不敢吃。什么东西？你直接传给我，你传啊。我吃这样就好了。好，我下单了。对啊，我其实也很怕找一大堆人过去，因为啊，如果万一我们前面排一大堆人，我们这边有一大堆人的话，而且不想造成蓝蓝夫困扰。哦，我不会建议有人专门找我过去，我只会建议繁星而已。哇，我只会建议繁星一个人这样子跑过来。你走过去十分钟以内，那你跟我其实也住很近耶。我家走过去那边大概1分2分钟。我们那天就在聊啊，就在聊到那个刚好那个拉面店。对。然后他 Google 了一下，他说哭啊，怎么那么近？然后好像也有吃过这样子。但我觉得浓汤对一些女生来说，或者是男生来说，怕油的真的不要吃浓汤，不然真的很可怕。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你不是要回诊吗？想说可以找狼儿啊。哦。对啊。可是那时候你好像说怕生吧，还是？对啊。对啊，我想说好啦，也怕麻烦到别人。嗯。没事的，没事的。啊，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人穿的 Piccola 的衣服的时候，我就会去播 Piccola 的歌。我特地把它播吗？对啊，我就觉得，你都穿这件衣服了，那就播一下吧，服务你一下啦。对啊，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像有一些人会穿动漫的衣服进来，然后我就会去播那动漫的歌。阿强爸爸，阿强。对啊，光肉就吃超饱的。哦吼！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吃到我们那边的拉面的时候，我也是走路走一走，突然看到，觉得招牌有点哇新奇，就进去吃，然后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之后吃两次，就是之后两次想去吃，然后都卖完了。哦。然后再下一次去到那边，就是我当员工的时候。咖喱的吃法，其实我要跟你们说，咖喱跟蒜味，还有那个什么超级浓哦，好像这三种吧，是 1.5 球面，这么多。嗯，因为料要把它撑上来，所以面会特别多。哦。所以不是觉得胃口小了怎么样，是真的面比较多。我也是后面才知道，因为他们的料是扁的，所以为了好看。所以面会变多，哦，所以会比较贵吗？不会，就是一样价钱，反正一个面也是免费加啊。哦，也是哦。那所以如果真的怕吃不完，可以一下子跟我们先跟我们说，只要一球或是半球，只是可能外观不好看。哦，有外观就可能扁下去。我那时候好像在听的时候有人讲面少一点什么。对对对，那半球面就好。然后真的想要在吃的时候再跟我们讲他加面就好。安安安安安，点完了吗？点完了，再玩个一两关。好喂好喂。哎，干嘛？啊，可以啊。在我头上，啊不行。等你要走哪边啊？我要走这边。好一。好。一二三。你在干什么？换你走，你走，来来换你哦。走不走？一二三，你看是不是很难？然后你换，你喊，不要啊！哎、欸，你怎么走这边？第一只球哎、欸！不然我们这边是哪里？他为什么要反过来？不是，我们在这边，我刚把你打到楼上。你为什么把我打到楼上？我厉害啊！没有怎么样，你为主吧。是哪里？哪里？先离开。我离开。离开关卡，有。
蹦撒。这是哪里？我待到久了啦。你看你、哦、都是你啦。你看你哦，繁星。哦。干什么？I think you need to find some little sparkly. 你在美国一般放广告哦。好，我放。我踩到了，踩到了。哦。太水啦！太酷啦！我过去。他踩到。我不能这样子玩。这样子啦。Go go！ 哎、欸、，What the fuck？What an amazing jewel！ 啊！你来，过来，碰一下。怎么办？我少捡一个啊！先走，先走，等下再回来看。少捡两个。他怎么接管？哦，等一下啊。好。好，我们少捡两个东西耶。他们回去啊。离离开。哎、欸、呦，好。我们变化色色的东西，天啊。Time to find some gems.Time to find some gems. You need three of them. 所以我们时钟有拿到吗？毛线吗？时钟。时钟是什么？就速度了。有。啊、哦，他是可能猛了。不是他，我不确定是一关算一个还是什么。Maybe go eat something and get some cocoa with marshmallow. 哦。对。抱歉。哦、oh, ，我来，你按 Ctrl， 那、欸、你走过去，你走过去，帮你踩，哎、欸、，Hello， 下来，下来，过来踩。耶、yeah, ，哎呦，还有一个嘞，蚊子，妈的啊！你快过去啊！不行，啊、不是这样过去。还有一个在哪里呀、啊？我不要进去，我不要进去，啊、不要进去！啊！我对不起，我很抱歉。哪里呀、啊？起点正上方。为什么你会知道？没有，有人这样说，说我们少一个起点正上方了。对，我说为什么他会知道？你是应该是有，不是应该是有看到之类，或者是有玩过老玩家。嗯，为什么那么厉害？为什么就你这么厉害？对呀、啊，然后没有带到。你有火花是这样子哦。哦吼！看我们都是把托、啊，真的。你跳！对不起，换你。啊，真的哎！你才爽没？我的天哪，一直踩！一直踩，一直爽。
冲啥啦？抱歉啦。没事啦，我踩。差一点。我吃这个啦。哎、欸，哎、欸，哦，哦什么？哦，我都忘记了。哎呦，哇！All right, another gem. 啊，全部捡完会有这个效果。不神，不可以饿死。加两颗。你是不是根本不想过啊？来来来 ！Oh my god！ 你在家？快点快点！我捡下面的、哦。好，哎呦，北七，你怎么？哎、欸，他帮我哎，是踩下面这个吧？哎、欸，怎么下去？怎么下去的？碰我干嘛？碰我干嘛？我碰到了，可是我这边吗？欸、是哎、欸，走走走走走走走，都踩到了。我要打那一只。他们是猫咪耶、欸。他们不是我喜欢的猫咪。I was just about to tell you how much you suck. Turns out you don't suck. 等一下、啊。嗯。啊。哎、欸。不是啦，你 A 什么？先要先顶到这个啦，你不要 A 我。不是啦，刚刚踩我。啊啊！哎、欸，为什么我突然放空白键？你是按到输入法？你刚不是中文后？你刚不是打字？哎、欸，过来啊！嘿，快！耶！这什么？哦。啊，是你被来无啦，我在等你。哎、欸，哦，是这样，那个要干嘛？我不知道。啊，是在干嘛？哦，如果没有要自杀的话啦，走这里呀、啊。懂了。走吧，快点，快点，快点。我很可怜，在这边爬、啊。我们就拿到三个哦。Very,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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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careful. 哎呦哎、欸，哎、欸，那个棉线呢？哎、欸，哦，哎、欸，什么？我看，我刚没看到、啊。好烦心！干嘛？我很努力的哦。还好是这是第三关会自己出来，来吧。啊，弄错。你干什么？Never lose hope. I know I did. 哦。你刚刚是 bug。什么 bug？
为什么碰哦？自杀了？你怎么这么轻视生命啊？他在上面啊！他在上面呐、啊！好，你去，这个我来。对呀、啊。这里，哎，哦，啊，哦，有干吗？有干吗？呀，十二点啦！哎，而且我的东西也快到了，哎，关台，关台。好啊，大家晚安，拜拜。讲拜拜，大家讲拜拜，大家说拜拜，大家说拜拜，拜拜拜拜，辛苦啦！你要不要去抽奖？我是不是有点大声？对不起哦。不会啊，挡住我的路。哇塞！你知道你这样推就跟你那天在推我一样吗？这里啦，你都要抽这个。啊啊！我很讨厌那个。嗯。都会不然踩到。你要推了是不是？你想干什么？嗯，然后在这边哦，打 call 打 call， 看。看。长这种东西，长这种德行。多少钱？嗯，你有多少钱？七块啊。对啊，你就不会变了。对啊，因为他只有那个棉线会一直给啊。对。没有啊，棉线刚刚给我十个之后就没有再给过。哎、欸，对耶。哎呦，我要出门了，不行了，拜拜。好。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啦，懒懒也是突然出现的，我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出现，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大家晚安喽，拜拜。